哦，今天我们感谢我们这个蹦世界这个数位创意的这个伙伴们哦，今天帮罗东镇公所，我们罗东镇，创立了这样的一个宜兰县首件的这样的一个实境解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啊，然后呢，很好玩，就是罗东寻宝去，对不对？哦，希望说大家等一下，你借着你手机。在玩罗东走罗东的时候呢，你也去爱上罗东啊，喜欢上罗东的吃喝玩乐，好不好？好，希望呢大家，刚刚主持人说不是看到后面那个 swatch， 也不是看到后面那些都大奖的奖品，是希望说你能够真的去了解罗东，喜欢罗东。当然今天没有办法到现场的好朋友呢，你也下次有机会来到罗东的时候呢，你也用利用这个 APP 的这个程式去找罗东的你从来没有去过的景点，然后呢去吃你从来没有吃过的好吃的东西，好不好？好啊，希望今天呢大家都能够在不，我相信很多都是从远从其他县市过来的好朋友，今天呢，来在这边的各位行家们，各位这个好手们，能够喜欢上我们罗东的东西，罗东的景点，在这边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广为宣传。罗东镇这是一个小而美的一个城镇啊，虽然小，但是呢，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而我们有后面最棒的我们的罗东夜市。但除了罗东夜市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请你们慢慢的去发掘啊！如果你看到漂亮不动啊，你们从来没看过，而且你在往你的那个往那个你的景点上面没有的，你也可以跟罗东镇公所讲，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点，您拢无看到，或者是跟我们的蹦世界我们的这个公司告诉他，你发现了这个宝，我们会大大奖送给你，好不好？好，再次感谢大家，也祝大家今天玩得愉快，也能够得到大的奖，好不好？好，感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